大家好，我是湾区房产经纪人安娜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Planning Report 买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买房过程中，有一般 seller 会提供 title company 出的 Planning Report， 一般20页左右。今天安娜就带大家看看里面最需要买家关注的几点。第一点，是否是 fee simple， 对产权拥有没有限制的绝对所有权。第二点，是谁拥有以及 title holder 的形式是否与 seller 的名字一致。第三点，是否有非正常的令，一般贷款的令和政府低税令是正常的，过户的时候 escrow 会进行处理。第四点，是否有非正常 easement， 一般 public service 的 easement 是正常的，如供 PGE 修理电线，如果有加建需要的 buyer 需要注意这些 easement 的地方是不能加建的。第五点，建筑的 setback line， 因为这些地方也是不能有建筑物覆盖的。第六点， restriction， 是否有特别的社区限制，如有些 ICLA 社区房子只能建 ICLA 的形式。第七点， property type， 是 condominium 还是 PUD 还是 single family。 第八点，房子的地址是否与你要买的一致。第九点，房子的土地图如果是方正的土地，可以大概算出土地面积。以上就是产权报告里面特别需要买家注意的事项。